很像志工的薪水，他完全没有薪水，也没有正式在立法院登录。他就是我选举的时候来的，来帮忙嘛。后来我们在立法院有开任何记者会，像我每次为农民发声嘛，我是经济委员会的嘛，我为农民发声，那他就是记者，他有这个经验，他就会帮忙哈，写一个新闻稿或什么的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像有点像志工的薪水，他完全没有薪水，也没有正式在立法院登录。那我也不晓得他的真正的名字是什么，我知道他是李贤。有没有接触到比较？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跟法案啊或是什么样啊服务案件有关，完全没有。那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下会让他来帮忙？他就是我们虎尾人啊，他是我们云林县虎尾人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现场就惊讶。第一个已经多年没有联络了，已经超过3年以上没有联络。那我发生这个事情，我相信还是要非常严正的来面对问题的哈。既然是国安的问题，我们要跟司法站在同一阵线上，一定要严正的办案。